点那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字。有主席的吗？没有啦。你要脸吗？啊，不要脸。你要脸吗？俺不要。哎呦，你两个都不要脸。你那说话那难听，谁不要脸？你管得谁？这个是我们店新进的焗油膏。我不买。不是，不买你试试。那怎么我不买还要打我人？不是，不买你试试。那试试就试试，你打了我。不买你试试。那你打我试试啊。师傅，你这是不是货拉拉了？是货拉拉，你要拉啥了？你这货拉拉拉不拉拉不拉多？我们的这货拉拉拉不拉拉不拉多，取决于货拉拉拉拉不拉多的时候拉不拉多，拉的多不多。我家拉不拉多刚拉完，估计是不拉了。确定不拉了？不拉了，你拉不拉？我拉。脚麻吗？啊？脚麻吗？脚麻吗？脚麻吗？妈妈，护士赶紧找另外一个机灵，别打我了。美女，我找一下张主管。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就上礼拜。这么突然吗？我都没来得及送他一程。没关系，你可以下去找他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美女，你别开玩笑呀。没有开玩笑，他就在下面十八层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不太方便了。白天是有点不方便。啊！等晚上我让他去找你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不找他了，哎呀，不用了。老好，带环。亲爱的。啊。我们晚上吃什么呀？虾吗？你说啥？虾吗？哎呀！说谁虾呢？是虾吗？再说一句。那是虾吗？再说。是虾呀，就是我叫了，给。校长，孔雀舞，爷爷，师，连成一句话。校长爷爷给我跳了只孔雀舞。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我爷爷给校长跳了只孔雀舞。爷爷怎么揍你呢？校长给爷爷我跳了只孔雀舞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愿意为我而死吗？啊？如果你不愿意为我而死，那你就是不爱我，分手吧。是心痛啊。要求咋这么变态？你别笑！姑娘，你给妈订一张我去哈尔滨的机票，我不会订，你给妈整。光订去的啊？啊，穿裤衩子去呢。哎，媳妇，哈尔滨可比咱们那个冷多了啊！别光穿裤衩去，把你冻死。我说你光订去的呀？我下飞机有人拿大棉裤接我，棉裤衩子。卖饭嘞！这饭怎么卖的？十块？不是十块，二十四块。二十四块？你不是二十四块，七十四块。七十四块？你不是七十四块，你就是四块。当有九十四块的，我给我不卖了，我。